本频道由 JS 杰洛尼斯冠名赞助播出，脱颖而出的冠军队伍及超人气少年有机会成为杰洛尼斯广告之星。很像小学刚开学，然后来到一个新的班级，然后旁边同学都很陌生的感觉。刚刚其实也有点沉闷，因为大家都很其实不太熟，有点不一样，就突然会多了老师以外的声音。耶耶！啊啊！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手哎！爆爆爆爆！完蛋！我想问你，就是像你之前在冰的时候，你觉得风是一个什么样的听？我也有点不知道怎么讲。所以为什么现在找你吃冰就是这样，就是想要了解你这个人。其实我心里是蛮开心的，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你在天狼星的舞蹈能力，就是你可以算来把我们这个最弱的地方可以补救一下。他的那个能量，我觉得他是可以去感染其他的，然后带着这些其他的一起去往那个能量走。打一下，我觉得我要讲出来，我快受不了了。好，来你说。好，我操，怎么了？就是我们的 team 很像什么卡通人物的集合啊，五藏小次郎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，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，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，五藏小次郎，我是大阿头蛇，命啊！我们是穿梭在银河的火箭队，怀动怀特的明天在等着我们。哦，是的。Yeah. 好，第五，好。他已经太破了心，破了心，破了心，破了心。他一太玻璃心，他
家好，我们是风行者 Green Boys。我觉得他很猛哎，天狼星就他一只嘛。对啊，因为有三个一对，没有说哎呦天狼星哎这样子。你太谦虚了吧，哎呦哎。我只是假设。不会啊，因为我应该是里面年纪最小的。我刚一直在找宏达，哎，宏达你在哪里？对，我们都认错人了。头发没有，我觉得就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然后要有一个新的改变，然后配合团体的感觉。中间这位是凯博，对不对？虽然是最娇小的，可是反而我的目光都是一直被他吸引住的，我觉得他好有个人魅力哦。然后最右边是右心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发现。你在唱歌的时候会忘记要享受跳舞这件事，跳舞的时候会忘记享受唱歌这件事，这它是分开的，好像可以把这部分再多做努力进步一些。然后因为天狼星 Simon 的关系，因为我跟他比较熟，我有一直看他的表情，我觉得他是很融入在里面的。我觉得这一团一起表演起来不会觉得很生疏的感觉。其实我的看法比较不太一样，感觉看到的就是一个天狼星，三个风行者，三个钻石在舞台上表演，还蛮明显。最在状况里面的应该是只有花花，那其他人我觉得就比较戏剧的东西的那种东西做不出来，还是怎么样？觉得今天是第一次有开放，就是粉丝观众进来这样，加压，有一点有感受到，没关系，但我们今天已经完成这舞台了，很棒，大家留意，辛苦了，对不起，旋风老师，再努力。